各位同学好，我们这个课程呢，原上这个选择题的题目课程，帮你们快速带完。那带的这些题目里面呢，有一些就是比较纯法条题啊，或者说有一些实务题哦。同学突然第一次看或第一次听的时候，就哇，怎么那么难，会怕。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，因为看完这些题目之后。以前没看过，不知道答案怎么解嘛。现在看完之后，书本上面也有帮你们做一些拟答哦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同学如果有努力去把整本书都做完之后，你们会发现该有的重点都在里面。好、哦，选择题的部分90%以上的题目你们应该是迎刃而解，然、哦、后那当然我们更希望就是可以达到100%哦，直接地特考试啊、高普考考试这个部分选择题全部拿到，这个我觉得蛮容易的哦，只是说你真的要做熟悉。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其实浅的纯法聊题。深一点的实务案例题，或是要绕好几个弯的学说题，我们都帮同学做稍微做一下解释。好，所以同学可以不用太担心，只要真的按部就班把整本书，好题目做完，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听完，好，我觉得是对你们是会有帮助的。那当然最后就是祝福同学可能接下来一年呢，今年的地特啊，或明年的高普考可以顺利上榜、顺利上岸，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。好，谢谢各位。